你而家听紧嘅咧系圆网台，我系生食食出新生同埋绿色心灵力量嘅主持周小强。我哋平时饮嘅水都充满咗重金属、杂质、氯气同埋细菌，我会用健波能量活水器，除咗可以清除以上嘅杂质之外，仲可以活化水中嘅信息。健波能量活水器，生命之源，健康之泉。六创意健康店电话2882-4848，网址www.healthshop.com.hk。以下节目内容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欢迎收听圆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我是 Della， 今日会继续同袁大明自然疗法医生。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和最新的发现，等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乐的人生。Hello， 袁医生你好。Hello， 德良你好，大家好。嗯，系过往几集咧，上一集咧我哋都讲过咧，继续咧就系从嗰本嘅一本好畅销嘅日本嘅翻译嘅书籍啦，就《药都不能吃了吗》呢本书里边咧，就从一个佢最后嗰个 chapter， 佢最后嗰个集数上就逐点样从药罐子到自然疗法啦。咁喺近代嘅医疗史上边咧，我哋都知道咧有五大嗰个嘅医疗方法噶。啊，譬如好似咧自然疗法好简单咁样，都系从你个身体方面啊、饮食啊方面嚟治疗啦。从一个整骨嘅脊，即系你嘅调理你自己嗰个脊骨上面咧，系从而得到个健康啦。心理治疗都系喺嗰个嘅喺心情啊，或者你个情绪上面做一个嘅调整啊，嚟到啊，同类疗法或者顺势疗法咧，都系有喺一个正确嘅原则之下咧，系揾到呢啲嗰个嘅疗剂咧，去处理嗰个健康嗰个问题嘅。咁其实咧呢啲全部咧都系医学上面嘅原点嚟嘅，但系咧就喺19世紀嘅時候咧，就咧有啲人咧就將呢啲整體呢啲咧關於你嘅飲食啊、身體啊、心靈啊、治療嘅方法咧，就全盤咧係無視喺呢個醫學上邊咧。咁你要覺得呢啲算唔算得係醫學咧？我相信咧有啲嘅 BB 仔都明白到啦。呢啲嘢咧根本咧就唔係一個咧係正確嗰個嘅醫學嗰個嘅態度嚟嘅。咁即係換言之啦，喺近代嗰個醫學嗰個成立嗰一刻開始咧，即係無視曬呢啲咧，就即係喺度妄虛妄咁樣去存在咧，都係咧，即係呢啲咧活躍地咧，將傳承至今咧，就養肥咗好多咧，即係嗰、那個令人哋咧係即係挖然嗰個嘅醫學嗰個嘅資本啦。到而家呢個時候嘅時候。啲人咧就個個身體個狀況裏邊咧就變咗一啲咧係一個嘅怪物啊啲嘢咁樣嚟到生存啊，我哋要靠嗰啲人，靠嗰啲藥物啊啲嘢咁樣。但係喺最近期嘅時候咧，上集我亦都提過啦，美國嗰個癌症嘅死亡人數咧係每年以數千人嘅單位嘅之中咧係一路減少啊，因為咧呢啲人咧佢已經咧喺從嗰個有害無益嘅三大嗰個療法之中解放出嚟，就投向於咧用翻呢個咧係自然醫療啊，即係其實係一個傳統嘅醫療方法裏邊嘅，唔單止係癌症啊、高血壓或者係糖尿病、心臟病呢啲嘅問題咧，都可以用呢啲嘅方法去處理到嘅。咁其實袁醫生可唔可以同我哋再分享一下咧？其實我哋可以做啲咩嘢咧？嗱，咁即係如果我哋一個醫療嘅體系裏邊咧，係即係放棄咗或者咧排擠咗飲食。嘅重要性，咁亦都無視身體嗰、那個、那個脊椎啊嘅對健康嘅影響。咁心理方面咧，除咗我哋即係當然傳統醫療咧，主流醫療都有啲心理輔導嘅，但咧你知道咧，佢哋所講嘅心理輔導係一個好局限嘅，用一個即係理性嘅方法去了解個心境個嘅遭遇。咁而對好多啲冥想啊、呼吸治療啊、笑容治療，好多其他嗰啲嘢咧都。即係都可以話咧，都係排斥咗嘅。咁最後咧，我同大家都不斷咁提醒咧，同類療法係全世界最有效、最安全、最快手嘅治療嘅工具嚟，係真係醫病㗎。你要治療咧，冇咩快得過同類療法嘅。
其中咧，我最近啊有個學生，咁佢就上曬，基本上我三年嘅課程佢都上曬噶啦。咁佢有一次佢就分享我一個症狀咁。佢最近咧有一次咧就牙咧牙周發炎，係佢左邊下顎嗰度咧有個大牙咧係一隻牙咧痛得好犀利嘅。佢話直情就感覺上咧好似都突起嚟添嘅，即係好似長咗嗰種感覺。咁當然咧面又腫埋咁。咁結果咧。佢就用咗一個同嘅療劑嚇，咁、個療劑咧係咩？係金嚇 ，aurum metallic 咁係金嚇，由金做出嚟一個療劑嚇。佢食咗之後咧，佢話咧唔夠幾分鐘咧，就即時咧舒緩曬。佢本來隻牙咧就好似咧就係突咗出嚟咧，就好快就平復翻。咁咧就成隻牙咧就係即係講緊係半日一日裏邊咧係。全部翻曬，咁佢自己都明白嘅。佢話如果過去佢唔認識同我療法用呢個工具咧，佢當時咪睇牙醫咯，係咪？係咯，牙醫肯定咧，你隻牙都即係掹咗佢啦，係咪？咁掹咗之後，你將來點啊？又再裝牙咯，係咪？即係佢係唔會救到呢隻牙嘅。咁你大家可唔可以想象中咧嚇？呢啲咁樣嘅情況其實好多人都經歷過嘅，係痛得好犀利嘅，個牙肉咧係浮腫。面珠都腫埋，牙咧就感覺咧好種即係長咗突咗出嚟咁樣感覺。佢話咧用幾劑同我療法係得唔夠一日裏邊好翻曬嘅。咁所以咧好可惜嚇，即係中國人裏邊咧認識同類療法咧係好少好少嘅嚇。咁但係事實上而同我療法係全世界第二大醫療嘅，有80個國家咧有政府認可嘅同我療法嘅醫生，咁亦都好多國家咧係有正式嘅醫學院嘅制度。嚟到嗱，即係培訓呢啲同我療法醫生嘅，咁即係話咧，我哋而家現代醫療咧，全部排斥曬飲食、身體、心靈啊，治療呢啲咁樣嘅醫療嘅關鍵啊嘅工具咧，有冇可能會成功咧？係好啦，咁大家要了解咧，呢啲嘅所謂不同嘅療法嘅共通之處咧，其實係想將身體嘅從交感神經佔優勢嘅狀態，即係引導翻副交感神經。佔優勢的狀態，咁即係咧，大家知道咧，交感神經係咩咧？係打鬥逃跑啊嘛，係咪？喺一個文明嘅壓力之下，精神壓力、環境壓力、食物壓力之下咧，身體咧就成日咧係處於一種不安、緊張、恐怖嘅狀態。咁我要從中係釋放咗佢咧，迎接一種充滿安心啊、放心啊、幸福嘅感覺。咁喺醫學角度嚟講咧，其實呢個就係嗰個抑制嗰、那個。憤怒嘅激素啊，腎上腺素嘅分泌，咁從咧促進咧快樂嘅激素，咁腦裏邊嘅腦即係腦裏邊嗰啲嗎啡咧係啊，即係dopamine咧就會成為嚇，咁釋放出嚟咧就令到我哋身體咧加強咗我哋叫做 NK cell 即係 natural killer cell， 一種免疫嘅白血球嚟嘅，咁即係話咧。如果我能够令我哋快乐激素增加嘅话咧，免疫嘅细胞亦都会增加嘅，咁自然嘅治疗能力自然会上升啦。咁用呢种手法之下咧，好多传染病啊、癌症啊、自身免疫嗰啲问题、各种疾病咧，都可以逐渐嚟到恢复嘅。OK， 咁喺自然医疗里边咧，我哋即系头先所讲嘅种医疗啦，佢我都唔认为咧疾病系身体系某一个问题，只是个整体的问题的。所以你看个药物的治疗呢，现在所谓流行的所谓西医那种药物的呢，就认为呢疾病呢只是一个器官异常。所以你就只是关心个器官的问题，是不去观察全身那个症状。咁即是可以见到棵树但不见到个森林的。咁即是说呢，这种药物的治疗是完全呢是误导了的疗法呢，这个就是导致现在的医疗是这么大祸的。好了，其实呢健康的人是怎样呢？健康的人呢就是那个自律神经系统平衡了而已嘛，是不是？即是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之间是进一个平衡的状态嘛。我们都需要交感神经，即是有时候呢是紧急啊、做事啊，我们 要加速我们的身体的战斗能力啊，这个很重要的。咁但亦都同時咧，亦都要副交感神經咧，係幫我哋進入一個安詳嘅、舒服嘅營養吸收嘅狀態啊嘛。咁好啦，咁其實健康講嚟講去咧，就係自律神經平衡調理得好，
平衡到就是这样一句了、嗯、好了、嗯嗯、如果大家是我们听我们的节目的听众呢，大家应该都认识我们经常都提及的一个的太空的治疗工具啦，是啦，我们的太空小灵精啦，是啦，这个是前苏联科学家的发明出来呢，就比以前那些苏联的太空人上太空用的一个治疗的工具来的。那这个呢是太空小灵精，这个呢我们在我们的自然疗法与你这个的节目里面第300集。第300集嘅咧，就好详细讲解过咧，点样呢个太空小灵精嘅用法啦，佢嘅好处啊啲嘢嘅。咁如果各位听众想再重温翻、了解翻嘅，咁可以听翻我哋呢，揾翻我哋呢一集第300集嘅。咁其实如果远生，咁我哋就系话，我哋嗰个嘅调理翻咗我哋嗰个神经系统得到一个平衡嘅时候咧，其实真系好多嘅问题都可以解决到。咁但系，之前如果我们不用太空小灵精，或者我们未有用太空小灵精的时候，其实我们一般又可以有什么方法可以用得到呢？即是其实呢，我们的健康是控制我们的手上的、嗯、那其中最大的人的病的问题呢，就我们是吃东西是吃得太多、嗯、OK， 那我们很成日很强调呢，一日呢就要定时饮食啊，一日三餐啦，起碼咁，但係呢啲大部分人咧唔止三餐嘅，係、嗯、咪？加埋嗰個下午茶啊，加埋宵夜咧，其實係不斷咁食。咁、嗯、其實我哋嘅身體咧，如果要保持一個長壽或者小病咧、嗯，其實一個最簡單就係由我哋嘅飲食嗰個習慣開始嘅。咁、嗯、我哋點樣去做飲食咧？啊，咁我哋東方人有種成日講法咧。佢每餐八分饱就医生就赚唔到你钱噶啦。嗯，咁呢句话咧系人都听过下嘅。系，咁即系话咧，就啲人咧唔好过度食嘢吓。咁、大家都听过咧，系有一个呢、這个有一个故事咧，就系、是、讲有地方咧有一个人系好长寿嘅。嗯哼，咁当时个国王咧就听到呢个人咧就觉得即系邀请佢入皇宫。系啊，系啦，咁啊想认识下佢，了解下佢啦。咁当然啦，喺个皇宫里边咧。呢、这个人就款待一个好丰富、好丰富嘅饮食啦。咁、嗯、结果咧，佢离开咗皇宫冇几耐就死咗啦。咁即系话咧，其实咧，好简单咧。如果我能够一餐六分饱咧，系长病活到老嘅咁。嗱，咁呢啲咁嘅讲法咧，即系呢啲以前我哋啲即系坊间啊传统嘅一种讲法咧，其实到底有冇嘅事实嘅根据咧？嗯，咁喺近代咧，好多老年医学嘅啊，即系抗衰老学咧，喺外国好兴嘅。咁事实已经做咗呢方面嘅研究嘅。咁其中一个研究咧，就可以咧将个死亡率咧系减咗一半嘅啫。佢点样做咧？佢、嗯、如果系用喂食一啲嘅一大堆嘅马骝里边咧，俾佢七分饱咧，经过15年嘅观察咧，发现咧死亡率咧系全部食到饱嘅马骝嘅一半以下嘅。咁、嗯、呢、这个咧系美国国立卫生研究所做嘅，啊呢、这个15年嘅研究，嗯、即系佢一大就马骝一半咧就系、是、嗱、啊，其实好多人香港人咧系话养狗嗰啲咧，系你都知道嘅，系佢咧系会节制佢饮食嘅，系咁原来咧你唔节制狗嘅饮食咧，你有几多佢食几多嘅，吓、嗯、佢、啊、知佢对佢身体系好差嘅，咁、嗯、好多时候咧，其实我哋俾狗粮食好似食一餐嘅啫，系啊系系系，我都听过嗰啲养狗人士嗰啲，佢都系话咧，系啊，其实俾一餐佢哋系啦，佢系你系唔嗱，如果你即系如果好似跟佢食嘅，系佢系会食嘅，佢哋唔会节制嘅。可能嗰个天生嗰、那个即系嗰个即系始终佢都系动物啦，那个兽性惊住冇得食，所以有嘅时候就一定食多啲。咁总之咧，一般人养狗嘅人咧都知道咧系要节制佢只狗嘅食量。嗯，如果唔系咧，佢哋就会。有问题噶啦咁，咁、嗯、你咁佢哋我亦都听到好多嘅，一日食一餐嘅啫，好啦，咁、嗯、我人咧唔系嘅，我日起码要食三餐嘅，好啦，咁呢个马骝下嘅做法咧，就如果佢系将嗰个食喂食嗰、那个净系七分喂饱咧，佢哋活咧系活到咧系即系俾一啲任食几多食到饱嘅咧，系、嗯、长咧系一半，即系死亡率减一半、嗯嗯，好啦，咁另外咧。有一个研究咧，就话咧佢喂食嗰啲全饱嘅老鼠吓，喺、一年里边咧就全部死晒嘅，而喂到六分饱嘅老鼠咧，全部都活到2年以上嘅。呢个系九州大学系南佛罗里达大学
同埋九州大學研究，即係日本同埋呢個美國呢個大學大家研究出嚟嘅。好啦，咁即係話咧，你可以咧用一個減少食量嘅方法咧，令到老鼠嘅性命咧係延長兩倍以上。你諗下嚇，好啦。咁仲有啦，咁我哋大家好明白咧 ，DNA 啦，咁原来发现咧，如果用少量喂养嘅大嘅老鼠嘅实验里边咧，其实可以周围嘅环境观察到有九个 DNA 返老还童嘅现象嘅，呢个系加州大学做出嚟。咁即系点解咧？原来咧你个基因咧系会改变嘅。咁我而家知道咧，我哋基因咧有一个叫做 telomere 咧，咁佢嗰个你个寿命嘅长短咧系视乎你呢、這个。这个基因的长度的、那个顶尖那里长寿的人呢、那个 DNA 的 telomere 呢是长一点的，如果你令到你长寿呢，你会令看到呢、这个 telomere 的这个的基因呢那个尾端是一路加长的、如果一路缩短呢就知道一路短寿的了，那就是说呢一个很简单在我们的每个人日日都做得到的领域里面呢，限制卡路里咧，系防止老化最好嘅方法。咁呢个可以咁讲咧，系已经医学上咧，系已经系一个医学常识噶啦。咁但系当然啦，啊咁好啦，咁六分饱嘅寿命系一般嘅两倍，七分饱嘅死亡率咧系减低一半以上嘅。空肚咧先至系生命力同埋免疫力上升嘅源头。餐餐六分饱咧就长命活到老，呢个系一个真理嘅。咁我亦都睇到咧，系野生动物里边咧。其实每日都实践呢个道理嘅，咁你知道咧，野生动物里边嘅食嘅食物咧，通常咧都系好缺乏嘅，系咪？好多时候咧系狩猎唔到，咁就要饿，咁饿佢几日咁样，咁食到之后就食。咁即系话咧，喺野生嘅动物里边，我哋观察到咧，佢哋咧系寿命咧系长，系好长寿命，亦都系有病咧，都系自己会调理嘅。咁所以你会见到咧。野生动物里面不会有心脏病发，亦都冇癌症。呢样嘢。咁野生动物当然啦，有病不会去医院啦，亦都冇医生睇啦。咁活到成年之后呢，好多时候呢佢过到成年啦，即係细个嗰时候可能有夭折啦，可能被其他动物食咗啊咁。但如果佢成年之后呢，佢通常呢係活到呢係十倍二十倍嘅。咁我睇到呢大猩猩同埋黑猩猩就係嘅，佢係好长寿嘅。OK， 咁所以咧，我哋大家了解到咧，其实人体最毒嘅毒素咧，其实系药物嚟嘅。咁系个药物嚟嘅。咁好啦，咁我曾经所讲，如果我哋要增强健康啊，咁第一件事咧就要减少我哋嘅进食啦。一日食三餐呢个咧，其实咧系冇科学根据嘅，大家记住。OK， 因为其实咧，我哋可能只要食两餐或者食一餐。或者有时候咧，介乎咧可以唔食都得嘅，咁仲有一样嘢咧，我哋有一种大家可能我哋喺我哋网台以前都提过咧，就用断食啦。系 ，OK， 断食嘅系一种可以话咧系会提高自然嘅自愈嘅能力同埋个排泄能力嘅。咁所以咧，当我人哋有病嘅时候咧，有一种嘅。慢病的妙治疗慢病的妙那个妙方呢就是断食。好啦，咁我哋大家都观察到嘅，当我哋有时如果身体唔舒服啦，或者有病呢，第一件事我身体会出现咩呢，我身体呢就係会冇胃口啦，係咪係唔想食啦。咁即係点解睇到呢，即係一般人呢都会有这种这样的经验的。当你身体有病的时候，身体叫你就是不要吃东西的。原来为什么呢，大部分的身体人的能量呢是用在消化的。我消化一餐东西呢是用在我身体的能量，正常的生理的能量差不多 70% 的。所以呢我们要健康呢，如果我们真的不好彩出现有些不适、或者感冒、或者肠胃病、其实最有效的方法呢就是断食，什么都不要吃，什么都不需要吃的。好啦，那你的身体呢就会进入一个完整的休息的状态。那呢就可以呢就是就是让身体呢那些精力呢是全部呢是用在那个治疗方面的。
唔该晒袁医生先。嗱，呢节时间我哋都差唔多，一阵间我哋再翻嚟继续自然疗法与你。今日我哋嘅题目都系从药罐展到自然疗法。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于1987年，率先将自然疗法、同类疗法同埋碗肠水疗引进香港。我哋提供各项整全性治疗方式，排除体内毒素，增强自身免疫系统，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电话25773798，网址www.naturalhealing.com.hk。欢迎回来第二节原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继续回来今天的题目，就是从药罐子到自然疗法。袁医生，上一节你都提及过，就是说个断食啦。有时候我都见到我们的朋友养那些家里有饲养那些猫狗啊的情况的时候，如果一发觉他们自己身体有些不舒服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就是没有胃口，完全不吃东西，就躲在他们那个的休息的那个笼啊，或者他们那些篮啊，那些就在休息啊。没多久之后就发现到他们那些病啊和伤口都会真好翻晒过。其实在我们身体里面，之前这本书《药都不离系鸟妈》这本书的作者里面说，我们身体里面有成100个医生，其实是不是最犀利的医生就是我们不要吃东西呢？你的观察下呢，其实呢在自然界呢是只是人类呢就是每日乖乖吃三餐的，原来呢在自然界是从来没有其他动物的。那我都成日以为呢人类是有万物之灵的嘛，所以应该是这样做的。但其实背后呢 是有没有真正照科学 的引证呢，其实 是没有的。反而呢在古代呢，譬如德国有一种讲法呢，他说一日三餐里面呢两餐是为自己吃的，剩下那一餐是为医生而吃的，吃了之后就看医生看多了。所以我们现在要开始，即要学习一下，即不是呢就说不吃东西就觉得不得的，但是要下呢就不是用心去吃，是要用心不吃，享受一下空肚那种感觉。真正健康身体呢是应该身体越饿呢是状况是越好才是啱的。健康的身体是这样。当然啦，很多人都会告诉你，我一不吃东西呢就会手软脚软，我一不吃东西呢就会发晒敏的。其实呢为什么会这样呢？很多人都是这样呢，其实呢这个是糖尿病的先兆来的。这个血糖不稳定 的症状来的。如果他们长期以来继续下去呢就会出现糖尿病的。现在糖尿病是很多的。在美国来讲呢，我记数字我记不到啦，但亦都好多人咧系我哋叫做血糖低嘅。咁所以咧，如果你发现咧你自己咧系好似咧系唔饿得嘅话咧，你个身体其实有问题嘅。好啦，喺古代咧，原来咧好多时候咧，啲人要去，譬如要考试，或者要演讲之前咧，通常咧佢就系唔食嘅，系断食嘅。咁原来咧喺一个健康嘅人里边咧，你喺个断食嘅状态咧，你个精神嘅脑袋咧系越最清醒嘅。好啦，咁但系咧，好多人都咁讲啦，我唔食一餐我就手震啦咁。其实记住，呢个系代表你个身体已经血糖嘅处理出现问题，系你系已经有糖尿病嘅先兆出现噶啦。好啦，咁我哋知道咧系在自然界的动物呢是没有的，是没有人呢是即是有事呢，其实他就即刻呢就是断食断食的这样。好啦，咁我们刚才都看到呢，即是而事实上呢如果动物里面呢我们克制他那个飲食呢，他们的寿命是会倍增的。咁当然呢这个是只能够在动物啦，譬如那个老鼠啊，或者是那个马骝啊里面做啦，就未曾呢是全面呢是人那做。咁而事实上在美国呢是有一位教授呢，佢是好推扬呢这个的概念的。咁佢呢就真的呢是长久呢都是食好食，即食得七分饱的。咁佢而家都70几岁的，好似70几80岁的啦。咁但个状态好好，是继续呢都是做緊嘅，做緊是在大学教緊书嘅。咁其实呢我哋话咧，如果你真系有乜事咧，听身体话，即系身体讲俾你听咧，你系唔应该食嘢，
你是没有胃口的。咁你只需要咧系休息同埋饮水就得噶啦，吓、饮水就得噶啦。咁喺呢个情况之下咧，身体咧就会将消化用喺消化嘅能量咧，就用喺治疗啦。咁、大家都相信大家都好多啲经验啦。每次咧系食晏，需要食咗饭之后咧，即刻眼瞓嘅系咪？即刻好眼瞓。饭起攻心，系正所谓饭起攻心。其实咧，其实你嘅喺你嗰个进食嘅期间咧，你系用到好消耗到好多能量嘅。咁所以咧，好多时候咧，一瞓食完咗晏咧，就哇要黑眼瞓啦，饭起攻心啊咁样。咁好啦，但如果我哋进行断食嘅时候咧，我哋咧可以提升我哋嗰个免疫力系几十倍嘅。我哋身体里面有差唔多60兆亿嘅细胞咧嘅毒素咧，都可以咧系借断食咧系排出体外嘅。咁、仲有咧排毒之后咧个细胞就能够回复干净，重翻年轻嘅，治愈力量咧系更上一层楼。咁即系话咧，断食咧系可以将人类与生俱来嘅治愈能力咧系发展到最大嘅极限嘅。最好的妙方嚟、好啦，咁即系话咧，如果大家吓觉得，哎呀，咁多治疗我都即系未必揾得到吓，未必，譬如好多地方喺亚洲中国地方咧，同我疗法嘅医生系好少噶吓，真正正合资格嘅同我疗法医生系好少好少。咁当然啦，我都有其他嘅医疗啦。咁有啲人都系觉得咧，系即系我有办法系靠自己咧，咁其实就呢个方法就得噶啦。好啦。咁有啲重症點算好啊？係啊，譬如我係有糖尿病嘅，咁仲話咧糖尿病都咧，仲要咧用靠胰島素嘅，仲、要打針嘅咁樣。係咁係咯，咁我點醫咧？咁咁嗱，呢本書嘅作者咧就曾經有提及有一個叫 K 醫生，佢咧就喺召集咗15位都患咗嚴重胰島素依賴性嘅糖尿病，即係要打針噶啦嚇。咁佢用咩方法咧？就用斷食嘅方法嘅啫。OK， 佢就用断食嘅方法咧，就系、咧成功地咧将呢班嘅嗰啲病人咧系完全医翻好晒嘅。好啦，咁呢位人士咧，呢位可能系一个，可能呢个系一个其中一个医生啊咁样。咁佢就将呢个过程咧就写咗篇论文咧，就俾佢嗰个指导教授。呢、这个可能系可能系一个博士嘅学生啦咁样。咁咧，結果咧，佢話咧，那個教授咧就話佢，就鬧佢，佢話糖尿病一直以來都係不治之症嘅，你竟然話你可以醫好佢啊？到底寫啲咩嘢啊？咁樣，咁就將佢咧就即係踢走咗啦。咁現在嘅大學醫學嘅系統咧，到處都係有呢啲咁樣嘅有理説不清嘅啲愚蠢嘅教授存在嘅。OK， 咁所以你睇到咧嚇，咁大家咧我好多時候我哋遇到好多啲。糖尿病嘅病人啦，咁佢第一件事咧就成日问我咧，糖尿病医唔医得咁样样，咁我就过去我都同大家介绍过咧，就用一个生机饮食 ，Simply Raw 吓、大家上网都可能都睇到嘅，咁喺呢边嘅喺呢个嘅嘅纪录片里边咧，咁有一位医生，佢系其实本身系西医嚟嘅，但当然咧喺外国好多西医咧都系唔做用药嘅西医、就用自然食疗嘅医生嘅。咁佢喺全國咧係號召咗，即係做廣告啦，就號召咗10几个糖尿病嘅病人，咁、大部分都係好似要打緊針嘅，咁去佢亞利桑那州佢嗰、那個佢個療養療養診所啦、其實咁咧、就用佢嗰個生機飲食嘅方法，咁都係一個月裏面咧係全部醫好曬，咁、即係其實咧，你可以睇到咧，你可以用一種唔食嘢嘅方法。醫糖尿病，亦都可以用一個生機飲食嘅簡單嘅食療方法去醫好糖尿病嘅。咁、但當然啦，我唔建議大家嚇，即係如果有糖尿嘅，咁自己喺屋企咧就進行斷食。咁、始終咧斷食嘅喺呢種嘅治療裏面咧，喺一個長時間嘅斷食咧，就唔係一般人可以自己做得到嘅。咁、最好咧就揾一啲呢一類嘅專家。咁呢啲專家未必一定唔都一定係醫生嘅，咁但係咧喺美國喺外國咧就有一個叫 Natural Hygiene 嘅協會啦，咁佢哋入面咧係重心咧就用斷食，
用斷食素食的方法咧，係調理健康嘅。咁喺好多國家咧都有佢哋嘅醫生嘅，即係受過呢一類嘅訓練嘅醫生。咁曾經以前咧就係有幾位喺英國啦，有個印度醫生嚟嘅，咁佢喺英國行醫嘅，咁亦都有幾位咧就係澳洲嘅嚇。咁喺亞洲方面咧，我相信我就唔係好認識嘅。咁但當然咧，亦都好多人咧有啲仲斷食嘅團體啊咁。咁好多人都會做嚇，咁、所以咧，如果大家要進行呢個時候咧，其實咧，其實最好係有次長期嘅斷食咧，係揾一啲咧係有呢方面嘅經驗嘅專家，有啲醫學背景嘅人咧，係嚟到幫你手嚇、好啦。因为长期的断食的时候当中可能出现了一些的身体 的一些的反应的都会是会。是啦，即是有时在过程里面有发烧啊、呕吐啊、很累啊，那其实这些都是断食的所谓叫做好转反应、就不是一个问题来的。但当然呢你要明白这个道理啦、尤其是这些慢性病、有些人用了很多西药那些呢是不是那么轻易做得到的。好啦，但基本的过程来讲呢，一般人呢如果断食的期间呢通常会经验到什么呢？初初的时候呢，初初一两三日呢是会很饿的。Okay? 但是呢过了两三日之后呢，那种饥饿感就没了。Okay? 那在过程里面呢，你开始咧就觉得个人咧系唔饿得嚟咧，个人咧就好清新嘅，个脑袋啊好清新嘅。但系记住，基本一定要饮水，一定要不断咁饮水嘅。咁有啲人咧就会有好转反应啦，毒素排出嚟啦，利胎会厚咗啦，可能口气又加重咗啦，咁可能有啲甚至乎咧发烧啊、呕吐啊啲好攰嘅症状噶啦。好啦，咁你咧如果能够挨过咗呢个症状之后咧，你就会觉得一个人咧就好轻松愉快，慢慢地咧利胎嗰啲污糟嘅利胎咧就慢慢消失咗，咁最后咧个口腔好清新嘅，咁你会维持一个好愉快轻松嘅状态一段时间嘅，可能一个礼拜，可能十日，可能两个礼拜，咁最嬲尾咧你就开始咧觉得开始有肚饿感啦，咁呢个咧就系身体话俾你听咧，其实咧你而家咧就要开始停止断食啦，去恢复嘅饮食啦。好啦，咁喺呢个过程里面呢，好可能係两个礼拜，可能係三个礼拜，甚至一个月都会出现嘅。咁如果但係最紧要嘅时候呢，即係断食最紧要嘅呢就係、是、呢就唔係断食嗰个时候唔食嘢，係复食嗰时候啦。咁、基本上呢复食嗰期间係重要过断食嘅。如果你唔小心复食嘅时候呢係乱咁食咗即是你的身体那时候未准备吃东西的时候呢，吃得太多呢其实会有反效果的。一般基本上呢那个复食的时间呢，整个时间是要比断食的时间呢是要长一倍的。OK? 那就是说呢，如果你断食期是20日，复食期呢就要40日。OK? 那当然呢复食期是慢慢慢慢来的，就是那种稀的米水啊、米汤啊，慢慢地吃那些蔬菜汁啊，慢慢地，那就不可以说呢你太过饿，一饿就搏命地吃呢，可能出现呢肠都失败、甚至乎死亡、当然讲是这样讲啦，这个讲而已，但其实就根本上就不会怎么出现的，除非一些人呢是不是一个正确的断食的状态啦，恢复食东西就乱咁食呢就死了。即是我曾经所讲的故事啦，一个长寿的一个老者去到皇宫受了款待，咁搏命咁食呢，咁就即刻死埋添。OK， 好啦，咁所以呢有些人说呢，哇，我食少啲都打冷震。白敏感的，都手軟腳軟，手軟腳軟的，哇，做不到嘢嘅。好多人一聽見咧，就因為佢知道唔得嘅，因為佢自己身體知道係唔餓得嘅，咁都同大家講呢種情況之下咧，即係其實佢身體係唔健康嘅，係有問題咧，先至會出現呢個問題噶啦。好啦，咁喺呢種情況之下咧，可以用一種咧係半斷食，即係咧就係、是、或者咧就唔好淨係用水啦，係咪？因為嚴格嚟講咧，斷食咧係淨係用水嘅啫。咁但其實好多人就唔係嘅，用蔬菜汁嘅。係啦。咁呢種咧，其實咧就嚴格嚟講就唔係屬於斷食，係一種嘅蔬菜嘅飲食法咁樣啦。咁亦都有人咧就係、是、食嘢嗰陣時候咧，即係一種叫做間斷食嘅。即係有啲人咧係週末
即很多宗教都有的，周末呢有些人就是吃少一餐，或者是只吃一餐这样。那这种这样的方法呢都是都叫做间断式的断食的。那当然呢长远来讲呢我们不能够说不吃的，是不是？那有种做法呢就我叫做 intermittent fasting， 就间断式，就说呢你飲食进行飲食呢是一段时间的，譬如12点钟到8点钟。OK， 八点钟以后咧，到第日嘅第二嘅午间时段都系唔食嘢嘅。咁你食呢种嘅情况之下咧，亦都系一种对个身体咧系一个好有益嘅方法嚟嘅。咁所以咧，其实有好多嘅不同嘅方法啦。咁如果大家真系觉得自己唔可以即系做断食啦，唔饿得咧，其实咧可以渐进式啊，小断食或者周末断食或者间歇性嘅断食咧嚟到改善身体嘅。咁其实呢个世界好公道噶吓。一个咁简单嘅工具系人人都可以做到，系唔使钱嘅，即系都啊我哎呀睇医生啊，同疗法医生我拍波唔到，自然疗法医生我话太贵，咁好多人我最近都试到个有一个朋友咧，都讲佢自己女咧就系、是、有湿疹，出世咧有湿疹，咁佢听过有位自然疗法医生啊喺中环咁支持咧，但佢话佢哋好贵嘅，咁所以咧佢就冇去医啦，咁、那个女当然挨咗好多年啦吓，呢、啊這个好可惜嘅，咁但系而家我哋所个介绍嘅方法咧。啊，是一种是即是话咧，系唔使钱嘅方法。其实大家咧都系可以做好多好多嘢嘅。OK， 咁其实呢本书咧系我哋系好，即系可以咁讲咧系史无前例咧。我基本上将成本书嘅内容咧好详细嚟到大家咧系介绍俾大家嘅。咁当然咧，我希望咧大家自己买翻呢啲嘢啦，买翻自己呢本书，自己去做一个家庭上即系参考啦。咁你睇到啦，佢话咧，基本就咁讲咧，佢八成嘅癌症患者咧都系被治疗致死嘅，啊就唔系死喺癌症嘅。抑郁症嘅药物咧系会令到自杀率咧系增加十倍嘅，啊嗰、那个疫苗咧系为咗削减人口嘅生物武器嚟嘅，啊冇事系好事嚟嘅。啊，输血咧其实系有害无益嘅吸血生意嚟嘅。消毒啊，植皮咧系会令到伤口同埋烧伤更加恶化。喺医院生产嘅即系30蚊只嘅嗰啲催生剂咧，麻醉药咧系会导致大量婴儿咧系脑性嘅麻痹，而家好多吓 cerebral palsy。八成嘅心脏晓道手术咧系无必要嘅。八成的患者呢借靠食疗呢是可以完全避免洗肾的。接受健康诊断的人呢是更加早死的。药膳处方呢是正在呢是令老人的医疗呢是不断地增加的。Okay? 好啦，咁所以呢其实呢他最后一个结论呢，他说呢他说现在的人呢所缺少呢的药呢是只是一种药缺少的。这种药呢名为叫做真实的资讯。我们的自然疗法院里，我们的我们的网台下个月网台，我们介绍很多很多的很好的资料给大家。其实呢个目的呢是提升我们大家的人的质素的。那我们呢是所提供呢是一个真实的资讯。这个是唯一的人病缺乏的原因来的。OK。好多谢袁医生同我哋分享咗嗰个嘅资讯啦。咁而家其实咧，真系好似作者讲啦，而家人嘅毛病嗰度咧，其实就系缺乏咗一个真实嗰个资讯，而导致咧好多自己医唔好自己嘅病啊，或者系咧系错乱咁样用嗰个嘅医疗方法啦。咁所以喺我哋嘅原网台嘅节目啦，同埋我哋自然疗法与你嘅节目里边咧，袁医生咧都不断咧系帮我哋提供咧正确嘅资讯咧，俾大家去咧，从而去了解究竟自己系需要啲乜嘢嘢，而系去做到一个即系自己可以医到自己嘅一个嘅医疗方法。是可以去维持到呢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一个的健康的身体的。咁所以呢请大家多支持啦，可以呢推介这个的节目给你的身边的人啦，咁从而呢达到我们的真正的目的，就是可以呢你和你的家人都享受到这个健康快乐的人生的啦。好，今天呢多谢袁生和我们的分享。今天的时间都差不多了。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问题，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和袁医生会诊。电话号码是25773798。
而在海外的听众也可以透过 Skype 同阿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可以 email 去 cs@naturalhealing.com.hk 预约。如果想重温翻我哋节目，可以上翻我哋嘅网址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翻 YouTube 搜寻自然疗法与你，就可以听翻我哋嘅节目噶啦。好，今日唔该晒你，袁医生，拜拜。多谢大家收听，拜拜。